这个虽然看起来这个手回来了嘛，回来了，可是手肘不要掉下去。所以这个回来虽然在这边，可是手肘要这样子，手肘要这样子，这样子半径还在，晓得吗？半径的力还在，这样就没有了。要这样子，微微的，你看，微微的一掉。啊，这边也是一样，这个出去，把你看这个手还是在这边的，不要在这边，不要在这里，松的吊着，这样懂？啊，你走一个圈的时候，你走一个圈，你刚才练那个，走一个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里的时候不要掉回来，注意是手肘画圈。我就要走这样一个圈，你看是手肘画圈，手肘还是在这边的，看不懂？啊，跟刚才那个捧，你看过来，捧过来走，你看两个走是在这里的，不是在这里，这样不懂？这就是半径撑出来，你的半径撑得越大，你看，我这样做，是不是就小？半径就小，是不是？看着就往下落，阳气不够。我如果是这样子。看起来就满，是不是？阳气就够啊。所以用肘练啊，在这走，你看，用手肘，你看，用手肘练，用手肘，看不懂？哎，哦，你看，手肘，不要用手，用肘，所以肘的半径还在，看不懂？你看半径还在，这个半径还在。绕圈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绕圈，半径用肘绕，落下来还是一样，在这边不要在这边，在这就憋住了，在这边，你看两个肘是不是提着这样子的？有没有走起来，你看还是开，这一样是坠啊，有没有？你不要这样撑，不要用力，打开还是坠，打开还是沉肩坠走，只是半径变大。你看，他走在这边，走在这里，不要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看不懂？去试试看，用肘做。